今日来做一个熟曲果，也叫做清明果，闽南语叫做刺壳果。春天才有的特色小食，做三种口味，你看较喜欢哪一种？这山也捌看刺壳啦，直接拿网顶卖，阁是真新鲜。杂草捡的清气，用盐水浸泡的十分钟。春天的笋也真好料，掺肉末炒一个咸鸭，肉着选有淡薄肥肉的，则袂食了涩咕咕。鼎内下淡薄薄油着火，甲肉末下落个煸炒嘞，则阁甲香菇倒落个炒个香，刷来甲春笋、笋干、甲酸笋倒落小个炒嘞，素芽调料伊屏幕头顶。最后掺了淡薄仔外油了，增加伊的香味。小番菜、天山虾前备用。咸蛋黄底好是用烤箱烤甲冒油，安尼吃才有够香。咸两连类的油，再加入肉松甲甜沙拉酱，搅拌的均匀，肉松咸蛋黄馅的安尼就好啦。土豆腐是孜然永春的，土豆甲糖的比例头顶。泡好的刺壳就加清洗几遍啦，洗甲水清气，没有杂质。无春天哦，万物复苏哦，万只燕仔食着高蛋白的嘞。水滚甲刺壳的虾肉，掺的两克的小苏打粉，撒一分钟，烤出来骨个小个来浸水嘞。三号才有青来啊青来。水面的打骨个剁甲油啊，然后个下入破壁机的内面。加水，水量没过刺壳就会用的。然后再加些姜，为了加些刺壳，我破壁机盐爆沸。我这是500克的糯米粉加100克的白糖，刺壳姜要少量多次的加入，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再去150克的淀粉，一次性加入250克的开水，然后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再佮一米啊软好诶糯米粉诶面团下斗阵，软会均匀。最后加入25克诶食用油，猪油还是黄油也是会，然后软会均匀就好啦。甲面团分做50克左右诶锯子，我安尼一粒包诶差不多80克左右。三种诶馅料我包三种无同诶造型。三纯肉馅的，我哩包着敢若水饺的，只要收口收的严，无惊扯落会开去。小个捏做嘞是较好看啦。好，恁的用啊，这个字的是啥物物件？咸蛋黄肉松馅的都偌简单啊，直接收口，啊个搓圆，啊就会用的啦。花生馅的直接用手个捏的饼，给收做椭圆形的，安尼较好看。水滚甲炒酸个鸡肉，炒了15分钟。炒好起来，颜色还阁真青睐，看落就很春天。做清明果，爱使用刺壳，爱使用香，两种炒的香味无同，口感也是有差别的。刺壳的骨较 Q， 骨较韧性。